喂，海妹，我在这儿招待客户呢，有事儿一会儿再说。什么？捉奸？对，他就是个渣男，他竟然和手机里小三来温润泉酒店开房，不是还是我给他带进去？要不是我打电话给他同事的话，我还傻傻的以为他就在加班。不是，我都没有来过这么好的酒店。我刚好就在这个酒店招待客户。哎，行行，我说你别跟这种渣男一般见识，你别生他气。这，你冷静冷静，你等我啊。好，我等你。不是，我今天不把他泡在温泉里，我就把这温泉水给喝了。等等等，谢谢啊，张总啊。我这儿出了点紧急情况，您按着，这费用我都已经结过了啊。哎，不不不，你等等。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，我要跟你们一块儿去啊！你们两个女孩子这样去要吃亏的，有我在就好多了。不不不，那太麻烦您了。不麻烦不麻烦，一点都不麻烦。捏得好，我明天再来。楼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那个我过来按摩。张总，你们这是要去捉奸？捉奸？哦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。来，毕竟是你闺蜜的私事儿，我跟张总就不先进去了，有任何情况随时喊我们。好。谁呀？啊，你好，客房服务。我没叫客房服务，你们组错房间了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酒店现在有活动。给每一位情侣呢，准备了一个高档红酒，免费送的。来来来啊！不是，那是你，你给我让开！渣男啊！我看你谁？你们谁？我这有混蛋玩意儿，你吃了他，都给你录下来！你疯了，你快管管他呀！你疯了，你疯了！微微，你要相信我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是他，是他先勾引我的，他只是我奔向你这个终点之前偶遇的风景而已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我最爱的人是你啊，微微。丁凡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你丁凡。微微，微微，你别碰他，渣男，混蛋玩意儿，走。